你这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啊！你这就差拿秤称了。咖啡文化磨心性啊！这伴侣奶精少一点儿，这味儿就不一样。这有人撵你啊！你搅和完了就喝呗。你刚才搁这儿。 搅和半天，你就为了把它晾凉啊？那他们搅和不也是为了这个吗？不过我还是喜欢你的这种感觉。啥感觉呀？特别帅，一口就干了。你看他们喝的，抿一下，抿一下，抿一下，哎，太磨叽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受不了那个。厄挪，我发现。 今天你说的话哈，就句句深得我心。我之前怎么没感觉咱俩这么对脾气呢？之前你也没在意过我呀，玲珑。其实最懂你的人还是我。你知道每天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面前晃啊晃啊晃啊，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甩你，你就有一种劲儿，就不知道往哪儿使的感觉。 特别的痛苦，是不是？你事儿看得太透了，我对他的心，就你能明白。就我懂你，日久生情，是吧？那咱俩呢，也聊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明白吗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必须明白呀。 就差一层窗户纸，就一捅破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够浪漫，我们应该换一个环境优雅、比较浪漫的地方，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。这个地方人多嘴杂。不是，这哪有人呢？妈呀，还真有人藏呢！不是，你在那儿干啥呢？ 吃完饭吃多了，这不溜达溜达，消消食吗？啊，屁大个地方，你怎么溜达的呀？瞎溜达行不行？白玲珑，哟，秒走啊！你不吃多了吗？你不溜达吗？你坐这儿干啥呀？我溜达累了歇会儿行不行？